家好，我是莎拉，今年19岁，好，身高160，体重42，我的星座是金牛座，然后血型是 B 型。我平常喜欢看电影或是听音乐。我现在是大学生，大二。我觉得全身上下鼻子最美，挺嘛，鼻子比较挺。要谢谢我的爸妈给我一个这么挺的鼻子。